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第六幕。第六幕了。可恶，这又是哪里？怎么好像越飞越远了？原本要照来时路回林泉峰的，但瞧此处的景色，倒像是到山腹之中。自从走出那片大雾之后，路就越走越不对。莫非那片雾有古怪？我看不止那片雾有古怪，这也非寻常地方。有没有瞧地上的东西？倒是有兵器、升旗、横陈，看来倒像是古战场。但在深山之中，却不知为何打这场战。太行山自古即为南客的天险，想是此地有隐秘小道可穿山。当时有兵士想由这偷袭敌阵，却被调到此次的敌军劫道，才会有这些征战的痕迹。那么说来，这里确实有路可以下山了。那我推想不差，应是如此。你所料故事不差，不过你们今日是很难胜离此地的。不然不与妖怪是谁？我不和你这粗人计较。你们听好了，本座乃是四方鬼洞中外号冥环的当阴。听朱老鬼说，你们很有点名堂，这才特地挑了这个地方和你们会会，可别让本座失望啊！我听过你名头，听说你擅长超世之术，因为钻研施魔邪法，害死太过无辜百姓。在20年前被三代派围剿后下落不明，没想到昔日大名鼎鼎的冥皇今天会甘愿供人差遣，这倒是一人意想不到啊。没想到区区小姑娘竟然知道本座名号，看到这个份上，待会就留你全尸好了，都给我起来。如你们所见，此地在昔日曾有一场厮杀，这些幽魂在此飘荡百年之久，渴求生人血肉，自是不在话下。你们想活着下山，先过他们手中的刀剑再说。等等，那里躲了有个人，本座居然全无察觉。兰州深山下都是死人气息，你的鼻子哪里闻得出来？莫非你你身上的锁链，你果然是。可能俺倒是挺出名的。邪术人吐仙语操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阁下。本座不过和这些小子们有些过节要了断，阁下若不想管事，便可自行离去，本座绝不留难。俺本来是不想管的，只是人死最终路途为安，在此施展施魔邪法，惊扰这些弟兄们的安宁，俺很是看不过去，想劈你几刀，为这些弟兄出气。听说邪手人徒仙羽超身负邪手之咒，发作起来杀人全家，乃是家常便饭。怎的今日却护起这些娃娃来了？当真好笑啊，好笑！俺之所以有今天，还不是拜你们这些邪徒之事，人血也好，魔血也好。这邪锁链可是生人不忌，既然终身脱不了这副孤独咒，那么就拿你们来血祭也成。既是如此，今日就一并试试你的本事。今天算你们这些娃娃走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没用的家伙居然自己先退了。仙羽前辈在下。我说过把你们打是有非敌便是，明白吗？
晚辈明白，那么就有劳前辈了。好说，你们自己小心。魂幡，亘古魂幡吗？好，今天重新打，看一下哦，一二暗器丸，一二三，这个要拿，这个最重要，然后还有左上角这样的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然后仙女超可以不用管它，因为它攻击蛮高的。好，走吧。不要被这个，哎，他有什么法术？我看一下，烈火神诀，烈火神诀几个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所以我站这边会被打到，所以走这里。不会死吧？哦，可以控制仙女超，是不是？仙女超要不要动啊？我觉得不要给他动好了啦，让他休息休息。因为本关没有限制回合，我们先让我们的人慢慢往左推进。上官员被打其实是蛮痛的。魔力耶！动画都被暴击，真是。烧两只，三九三，四点多少？这好像被烧到哦，没关系，就让它烧吧。打不完，还有谁啊？休息一次，又没有动啊，他怎么会过来？十五滴，不要不要，轻一点轻一点，六十滴。然后尸虫要留两只或一只，给助教练等级用的。其实不留没差，我觉得。36，戳得死吗？戳不死。天窗学武，在这里。好，这样。打得到哦，还好，十五滴而已。
失聪这边的失聪应该可以解决啊。OK， 左边还有两只失聪。好，没关系，失聪。疯狂越战最后会死啊！我怕侍从会打上官员，应该打不到才对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他们为什么一直走过来？他们一直往仙女超方向逼近。嗯，那只好站这里啊。下面有妖术师也可以，因为他 OK， 他有放法术嘛。不太怕，不过想轰他一下。哦，冰冻了，被我冰起来了。这样，一击一只，这么痛哦！对啊，为什么仙人草一直被？不太妙哎！等等，我想一下，我先冲一下，我觉得会被打死了，不然就是看能不能撑两集。应该上一场应该仙女超要先打他，打古族，这样才不会再被打一下。好，先这样子吧。十种只剩两只，没打死，操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看这样的结果会是如何。哦，打主角，太好了。
撑住啊！66。仙女超死掉没关系吧？撑住！哦，太好了！看一下胜利条件。哦，不行，他死掉就GG。可是，但没办法啊，我都已经躲到这里了，还想怎样？OK， 还好要补100多滴血。失宠。看一下哦。运镜饼是不是要走下去比较好啊？那我们把下面那个侍从干掉吧。这样，好。这凤凰玉被打还是蛮痛的。嗯 ，OK， 好，这样还可以。49。不然就是我想一下啊，我知道了，仙羽超的这边留着，然后其他的两只侍从都干掉他。为什么要留侍从呢？因为他是远距离攻击，就是他不会强迫到被我打到。那我们就可以靠这个方式去用契约之术让主角升等，不过主角只能再补两次而已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三光远把上面的侍从干掉。OK， 完美。你像等级已经很低了，我们打人家的打死敌人赚的经验其实不多了，13滴还可以。然后我们离他远点就好了，就他就不会被我打死了。看一下哦，64滴。直接蓄气了。走这里，然后仙云超往下走。
哦。嗯，没打中。哦，他补血。哦，对，所以可以留妖术师练等级。因为他补血嘛，我们只要不要把他打死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那硬件门去拿，拿这个。先再烧他一次，好，完美。练等级就是要这样练了，各位。那我们就让妖术师一直补血。然后风环月就可以一直升等。好，打不到他。风环月可以打得到吗？可以。那37。我你们走过来，嗯，我怕他打我，怕他打我就死，我就把他打死了。这样，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只有这种北兰的妖术师去打硬件兵。龙骨项链，哇，站那个位置很尴尬哎。好了，先存档。假设我去打他，他会被我打死吗？不会，太棒了。所以我主上官员只要不要暴气，他应该是不会被我打死的吧。那先捡这个。硬件品跟等等哦，42，走下来。好，有一只这个骷髅头，那那么放法术打。不要抛弃，不要抛弃，不要抛弃，不要抛弃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时候他该补血了，理论上他应该要给我补血了。OK， 都可以再撑一级，很好。那可以走几个？1234，走不到。
待命，我先蓄气比较好。我们要把长运短刀先给凤凰就好了。那这样补满血吗？有，还有补满。去拿哦！然后仙人跳走回来好了，十四滴，跑一下。这关算是轻松的，轻松打。很好。大家都在那边看我这边赚一下经验值啊。拿到。消风枪。我来了，等我啊。你们不要急。阴镜平人再补一次而已，装备这样可以使用了吗？这速率要多少才能放啊？放零五啊？要100吗？但我不会痛哎。我想让那个他们再受两次法术攻，一次法术攻击。然后圣光员赶快出来。他为什么不连凤凰院一起烧啊？63还没死。瓦力雷死了，瓦力雷豆豆，小兄弟，我帮不了你们了，你们就自己当心。好，快转。然后我们重新再排整一下，就是我们把那个薄弱伙伴干掉。然后我们现在让那个尸虫去打仙云超跟凤凰月，然后把血压低一点。然后上官也继续走这里。蓄气，挡住了。要是不是可以让三官员多打几次，看能不能再升一级。这边的道具这样子拿的话，基本上就全部拿到了。60 ，OK， 可以直接全部回合结束吗？回合结束是。死了，175。好，正在被打几下，我们赶快跑。战争游戏的缺点就是一定要在战场上面才能去。变等级，它不像一般的回合制 RPG， 就是要去御敌啊这样子，有好有坏啊。
战阵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再利用机会去升等，要不然你要练等级，打太快又没练到，你到后面会很难打。感觉可以再打一下，因为我想让三官一起补血，走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，不对，我们一起走过去就好了吗？啊，走那么远啊！哈哈，走超远呢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放上去？等我啊！等我啊！挡住！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这一期没什么重点啊，大家都看我在练等级而已。嗯，又挡住。哦，夺父鬼咒，快怎样吗？夺父鬼咒是干嘛？我也没受伤啊。那我们再往下一个。这样，多打一点呐、啊，快点！如果上官有去打他呢？哇，挡住呢！剩一滴，我怎么觉得三官员越打他越痛啊？好像记得16、17、16、14，好，就这样。嗯，又挡，他应该不能再补了，这个是他最后一次补血了。105，17，欸，他这样越打越痛欸，为什么？是经验值会增加攻击一点点哦。这样是多少？好，紧张。三公里走下来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其实可以用仿气丸给主角，然后让他一直，然后让他侍从一直打。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就好了。533，直接升一等。然后我想让凤凰月，哎，等等，我想一下，嗯，直接把他打死了。好，这样应该练到很多等了吧？68，太少了吧。多谢前辈帮我们解围，此恩此德不知如何报答。俺可不是帮你们，想必你们也听过了，男生不邪邪锁链之斗，这邪锁链一时三刻便需吸起鲜血精魂，否则便热火如炭，燎肌透骨，令俺求死不能。每逢此斗发作，俺难忍痛苦，只好挥刀杀人，让这锁链饱吸冷血精魄，
惊魂，俺这血锁人图的名号就是这样来的。前面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，但道上以讹传讹，都说前面是身染疯病，却不知这是这锁链的缘故。就为了这鬼锁链，俺数十年来不知造下多少杀孽，直至某日，俺那深山中一群妖魔，当时血锁链正是俺痛苦难当，索性就和那群妖魔拼了起来。但俺把他们杀得干净之后，才发现发作不知何时已停息。原来这血锁链可不挑剔，人血魔血他照当全收。啊，仙女前面在数十年前忽然消失匿迹，想必是从此之后改弦易辙，专事斩妖除魔之物了。说来惭愧，难斩上妖魔全是为了平息这血锁链发作之苦，与昔日杀人之死并没什么两样。不过人不在滥杀无辜，总是一桩好事。原来如此，仙女前辈，你今后如何打算？人有什么打算？俺今日不过是就重游旧地，平掉一下以前的弟兄，也没想到会遇上这些事情。想来之后乃是回到山阴野地，不时追猎妖魔，影响这锁链，直到那一天这毒咒消解为止。既是如此，仙女前辈，以后就和我们同行如何？诶，小姑娘何出此言？不怕哪天俺发作起来，第一个就杀了你。如前面所见，这些妖人和我们对上，来日恶战无数，次次可期。彼等善用招鬼邪术，想必妖魔是杀之不尽，岂不正合前辈所需？原来如此，俺跟着你们讨伐妖人，你们可以多个帮手，俺也可以保将来不缺妖魔可杀，可谓两相得利。小姑娘，您可是这个意思？啊，是啊，前辈。一身武力，前面一身武力，正是这些妖魔鬼物的克星。若前面肯盖囊相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小姑娘倒会打如意算盘，也罢。俺浪迹天涯已久，到哪都是一样。只要你们不怕俺这个名号惹来麻烦，把你们杀杀这些兔崽子倒也无妨。前辈，你的意思是答应喽？多谢前辈。林建平，万万没想到。既是如此，咱们快下山吧，找间酒楼摆酒设宴，欢迎仙女前辈如何？三皇大哥说的这么好听，其实是你自己想喝酒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次耽搁这么久，为兄肚里的酒虫是有点蠢蠢欲动了。哈哈，如今是来，俺也好久没痛你一番。由此下山后，一路东行，便可抵达太原城。太原虽非以酒出名，但酒店、茶馆林立，要喝的话，到那里再喝得痛快。那就请前辈带路了。嗯，跟我来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去这个药店买个一些东西。破除禁咒之力，先整理一下。哦，龙骨可以增加防御力耶。红衣服。消防枪装备，幽灵石。其实幽灵石也可以装和那个什么紫檀佛珠哦。树冰河仙石不知道给谁动比较好。对话要跟这个人对话，然后跟他讲了十次吧，会给我一瓶酒。看什么看？没看到人喝酒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爱人喝酒罪大恶极，事项都给我滚一些。你弄我一个人好好喝酒都不成？你们三三两次来烦我，莫非是因为只有我在城里藏了一瓶美酒？酒就藏我木箱里，你只可以拿一壶哦。老饭头的少见陈年佳酿，那位老兄真有一套。说的也是。然后嘞，
跟西这里。小哥，这里是什么？杂货店。护命神符，辟邪玉佩，蒙古项链，应该不用买了。刚才找小二哥对不对？小二哥应该在右边。这集是不是很长啊？我刚没仔细看，算了，随便，就这样。换一个方式吧。神秘剑。先放心脑里面。应该也不用买了，养神甲不用，好，为什么买两个呢？因为等一下要喝东西。这样啊，没东西啊，啊，就这样，这样会太花钱了啊。这个位置很讨厌，一开始你只要出错、走错，就会，就会再进去一次。往里面坐，那其他人就不用打招呼了。啊，好了，整个档这集就差不多了。先看一下武魂、仙女超、仙女超怎么配？武魂，仙女超没有升等。三官远的话，魔根魂。啊，这差一点。风寒月的话是烈药50吧，50，好，就这样。阴剑品的话，训要30了，这样，然后烈魂30，好，存档，然后现在存一次档。然后再来是炼化，把什么？这个跟破甲符、破金符啦，弄成破甲金剑、破甲重剑。然后再给，OK。给予，这好像也很重要。这样，还有什么可以练？碎石，其实我可以练那个连剑朱雀了。先要先练吗？我觉得先不用好了。然后这集先这样吧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键打开，将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